All right. What is new? 全球四大赛车生产商之一，坐落于硫火王国的特洛伊工业集团，一直以来以凌厉尖锐的赛车风格著称。让我们跟随。Troy, Troy. Wow. Okay.在赛车展厅中，来自特洛伊工业集团的新款赛车陈列一堂，冲出展厅，利用精准无比的漂移弹跳和迅雷般的落地出弯，快速通过调试实验室。紧挨着实验室的是机械臂流水线，赛车手能不能找准氮气延续的节奏是胜负的关键。从厂区二楼飞跃而出，落到测试赛场，可别被嘈杂的欢呼迷惑而忽略了隐藏的劲道哦。大家好，新技术中特洛伊的新车仍然聚焦于强化攻击性，在激烈的对抗。哎，哥哥，是哥哥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哥哥，等等我。This time.
给你的东西。祝你死活。进入熔炼车间，巨型熔炉展现着特洛伊的强大工业实力。钢铁齿轮驱动着整个特洛伊炼钢厂的剧情，源源不断地提供巨大能量。高科技流水线将炼钢厂产出的赛车部件运往下游生产区域。苍茫荒漠和钢铁洪流展现着强悍的特洛伊力量。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这是哪儿的工厂吗？还有多久才到王国首都啊？两位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是迷路了吗？好像是的，请问你知道出口在哪儿吗？没事，跟着我这边走，很快就能出去。之一的特洛伊的工厂吗？虽然线条凌厉，挺帅气的，但是总感觉有点凶，不知道实际性能如何呢？这里不远有专门的试车场，想了解性能，不妨去看看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哥，反正顺路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走吧。对了，这位小哥，还没谢谢你为我们带路呢。不用谢我，我们还会见面的。That's the two new maps. I'm sure that's Eastern. Oh, is this something? Where am I going? I found one. Is that the car? Yeah, I found the...Thank you.
Oh. Is that it? What does it say?